对对，先他们两个，然后当我讲一个题目的时候，数三二一， 你们要同时回答哦，你们要选哪一个？那每一个选项都是两个。好，对对。所以有两个选择题是？两个选择题，然后你们看你们默契是会选，会不会选一样？好，那学长请在这边，我们一起帮忙拿麦克风好不好？来，所以一直是说，哦，那等下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，喊完之后要给他们麦克风，还是哎，不然你们帮忙拿一下好了，这这次。 好，不过也不知道举不举这样嘛。好，所以学长举例一下是说，你睡觉会穿三角裤还是四角裤，然后三二一，三角裤，对，就类似像这样子，就两个，你会把两个选项念完，对对，我会把两个选项念完，好，可能他们两个默契如何，所以他们两个各位是麦克风应该可以吧，我应该不用，没关系，老师你就出题就好了，好，来 ，OK 了吗？OK。他都说靠近一点的，你就是靠近一点。 OK 啊，那我要出题了，OK 啊，我要出题了。好，OK， 第一题，你们喜欢米奇还是米妮呢？三二一，我喜欢米奇。你听得懂游戏规则吗？ 我喜欢宝玉就这么简单。好，老师，我第二题出一个食物的，好不好？看你们喜欢吃什么。大家知道。